实践大家都在用的卫生间，实用好物，最后一件，真的爱了。第十名，把你家的镜子都砸了吧，这是城里人都在用的镜面贴，耐弯折不易碎，像墙纸一样撕开被胶贴在墙上，整面墙都是镜子，还不占地方。第九名，卫生间的垃圾桶一定要挂在墙上，这样方便打扫卫生，最好有盖子，避免尴尬纸巾，减少异味，两种开盖方式使用起来非常顺手。另外还有一个挂钩可以挂在橱柜门上，这样就不用弯腰摘菜和削皮，扔水池垃圾也不会滴水滴到地面了。第八名，家里有卫生间的可以安排一个这种转角置物架，免打孔安装，平时用的洗发水、沐浴露都可以放上面，底部镂空沥水，干净卫生。洗漱台装一个，牙杯、牙刷、香皂都可以放上面，这下打扫台面卫生就方便多了。第七名，一定要学会这个，喜欢在家里洗澡的，给花洒装上这个吸盘，在任何位置都可以快速固定住花洒，吸附的还非常牢固，任意调节高度，不管是洗脚、洗衣服，还是给孩子洗头洗澡都更方便。第六名，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埋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现在我拥有的。第五名，很多人不知道家里不用水的时候可以把地漏以及下水道全都封闭起来，这样以后就再也闻不到异味了，空气也会变得格外的清新。第四名，找了好久终于找到这个防水纸巾盒了，不管是抽纸还是卷纸，随用随取，顶部还可以放摆件、香薰，承重力强，防水效果也好，免打孔安装也很简单，撕开被胶贴上即可，最后挂上纸巾盒即可搞定。第三名，邻居来我家都说我家厕所太香了，其实是用了这种自粘式除臭贴，自带香水味，贴在马桶盖上，卫生间里就能时刻香香的，而且卡通的图案用来装饰墙面也很好看。第二名，去了邻居家才知道这是一个马桶刷，自带背胶，可以贴在墙上，不占空间，还不影响打扫卫生。小黄鸭的造型颜值很高，软硅胶的材质可以深入到马桶盖的缝隙，而且还可以潜水，马桶的各种边边角角都能刷得到，用完挂回去，干净又卫生。第一名，难怪女神家的卫生间这么香，原来她一直用的这款花香洁厕液，它这个带花香的很清香，喷完浸泡几分钟，轻轻一刷就干净了，用完整的洗手间都是香香的，到手三瓶，真的便宜又好用。